行，今天我们要开箱美福来的四款饮料。搞什么搞什么？我牙仙，哎，马丁，都不回去了怎么办？我也有想过。最近金刚狼还有死侍出了，好期待哟！能够救，好像是今年，他应该是唯一一个能够拯救漫威的这部电影。这部再没有的话，大概就爆炸了吧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准备了几款看起来蛮特别、不应该出现在 YouTube 上面的饮料。我们呢买来了美国当下小孩子。最喜欢吃的东西，我印象中记得吧，我小时候吃的就是那种巧克力条，然后那种小东西。现在小朋友都吃这种东西哦，五颜六色的，对，很可怕。这个有点像那个果冻条，它是液体，看里面的那个气泡，移动的速度多快啊，好像那个荧光棒，你那个颜色。这样小朋友会不会就是以后看到如果家里刚好有荧光棒，就想哎吃的食物啊，就把它折开，然后就吃了荧光棒？不会吧，很有可能。这个是试管啊，其实很像，怕小朋友就是这样子吃着吃着然后就死掉。跟大家说，这个是特别买回来可以吃的东西。对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我们在吃之前呢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给大家。单纯只有吃东西太无聊，我们准备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开的桌游。这个桌游是这个样子。还记得我们玩过最普通最普通的叠叠乐，三块的那种。对，三块那种木头啊积木，然后慢慢一层一层一层叠高。但是这个叠叠乐，现在中国的小朋友们玩的东西，这个不是叠叠乐。它是这个是迷你叠罗汉，有这个说法吗？有叠罗汉的那种感觉，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叠在一起。不过它是有人形的，这个到底是惩罚还是惩罚吧？它是惩罚，你看一下，这是它是有一个博士，然后这个是试管，然后他说 ，Can you handle it？ 你可以承受得住吗？哎呀，看样子不行，再完全没有 handle， 就是训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一边玩游戏，输的那个。吃一个，还是你可以挑口味。好啊，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要吃要玩八次。那我们就玩一次，那我们来挑个口味。赢的干脆帮别人挑口味。好，我长得有点丑啊啊，还有那个啦，图片啦。所以他是全裸的哦，对。是，他是全裸的。还没有穿衣服。没错，还是我们用裸体的玩了就好。贴这个真的好麻烦、哦。裸体这样玩好像。我们都喜欢裸体的，但这样不太对、啊，好像马赛克。这群裸体的男男女女叠在一起，觉得好变态哦！我连两个都叠不太起来。很难，蛮好玩的。哦，这是要比看谁倒下来哦，也可以耶。哦，很好玩耶！他一定要碰到两个人，对不对？不能够一个一直叠上去。好像不是，一定是可以吧？你要人形蜈蚣吗？哦，不行这样啦，一定要。神奇蜈蚣谁不会啊？我就看你啊，倒了一定会倒，因为我已经歪了，刚才一放的时候已经歪了，对不对？哎、这个很快，你先挑一个，人家连一面好吧？不要啦，不要传统啊，传统一大堆人不知道在干嘛，好像挺好玩的，这个去哪里报名啊？黄标啊！不可以射手！哇，粘了更奇怪，就粘了更奇怪。这个大叔是怎么回事啊？粘的没有比较好哎、欸。我是外人，外国人。好变态哦，他的样子。你要不要先看说明书啊？好，我先来看说明书。叠高高没有，他没有任何的说明书，他就是叠高没了，就是叠高就对了。完成。好多嘞，三个圆吧，那么远哪、看得出来啦？那正式来了，我觉得赢的先挑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很简单，我先。只要不倒就赢，你想重复一直叠都可以。那我可以放旁边？可以啊，你可以放很远。不一样。我靠，有病啊！稍微有病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底部要一个塑料，最多四只，好不好？好，交给你。你怎么在增加难度了啦？你是真的有病哎、欸！好好笑哦，这样超难。它其实手上面是有点微微凹槽的，是可以让你撑住，所以它可以摆出那些很奇怪的动作，就连这一种都可以。哇，会不会扣住它？四个我好烂哦！好，规则改成这个样子，赢的那个家伙挑了之后，对方直接开喝，所以你现在要帮我挑一个，我现在马上喝。来啊，来！这是什么？什么口味？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我先试，然后再知道什么口味。什么颜色？哦，有盖子哎，撕不开哎。What the dog doing？
来干喽，我一个这什么绿色酸酸的，哇，我这个比你的臭，你那个比较好闻。我这个闻起来酸酸的，掉错了，我这个是橘子，我这个是 sour watermelon， 酸的西瓜，酸西瓜是什么啦？干杯！来，陈皮味，哦，这是酸梅哦。哦，酸哦，酸梅汤，但是它里面感觉料加的东西都是色素，其实只是酸酸的，然后加个口味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。小小浅一小口，我来评自己的分数。对呀，这怎么喝完了，啊？这个东西没有办法，一小口，我觉得那个量就很重哎。美国小朋友喜欢喝这个东西，没有太 get 到，糖分爆表，真的是爆表。来评个分吧，噔噔噔噔噔，我觉得还可以喝，这个陈皮味太重。Round two， 我先两个吗？还是底部来三个？好，底部来三个，然后我们从头点。OK， 好，好，来。换你，跟你合体。换你，啊！不要看，我就是这么厉害。哦哦，妈的！我动作了。我靠！现在可以这么抽象的就对了。有钱人开吃完吗？来呀！怎么这样？好啊，来啊！换我，换我，换我！很有策略，这个东西。你喝这个尿管，我喝这个 pineapple， 我这个是酸苹果，两个都是苹果。你的名字叫 pineapple， pineapple 是 apple 吧？凤梨啦！好，你是在漏是这个啊？对啊，原来是这一根啊！我这边也在漏啊！我到底是从哪里漏出来的，啊？漏了，就说要买加长型的吧？什么？晚上用晚上的版本？对对，好啊，酸苹果跟酸的凤梨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跟凤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吃起来像是酸的苹果果冻，好吃耶。这个没有味道，是超酸的柠檬口味，凤什么梨啊？评个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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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一分。换你先 ，Roll three。开始觉得这么奇怪，这样这样吗？嗯哼，哦，出现了不同维度的东西啊。超烂的你，剩三罐，等一下最后 round 输家就是那个人喝而已。给你个 cherry， 我来个 raspberry， 一个是 blue raspberry， 不是一般的 raspberry 是红莓 ，blue raspberry 不是蓝莓。喂，啊，你看盖子里面，盖子里面有怎样？台湾，台湾人做的，里面写的台湾，里面的东西是美国做的 ，made in USA 耶。那你看。它的盖子是台湾做的，这一根都是台湾做的，上面有薄薄的写台湾。意外的发现，干杯！嗨，酸糖水，感觉喝一口你的身体都要烂掉的那一种。这个是樱桃味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酸的咳嗽，咳嗽感冒糖浆，感冒。换谁先？你先啊！让你认真哦，你认真啊！最后一根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想再吃一根。最后输的哪一根喝完了？干掉，干掉！这么哈口，来，你做什么？我做什么？哇，这是什么拷贝之术哦？让你烦躁，然后你就会输了。不会，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好。我看你要怎么复制我的复制。其实我劣势，我刚才一直在用右手在玩。哦，开始这样，我现在开始用左手在玩了。原来是这样的吗？会倒哦，要你认真吗？请可以冲水吗？不是 blueberry 啊，这才是 blueberry 吗？对，这个是蓝莓的。喂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再拿出来，你像那个武林秘诀，武林秘诀再看。好嘞，今天这集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赞。我靠！夜店灌酒法，哎，屁啊！不要骗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样喝比较，已经唱下去没有那么酸呢。我下次再结算呢。拜拜。喝错了。搞什么搞什么？哎，阿星，哎，马天，今天我跟马天两个人呢，要来。一开始的开头的哦，对，开头的开头，对，忘记开头了。